这封密电破译了吗？美国专家汉森先生和魏处长正带领专家组进行破译。命令他们抓紧时间，越快越好。是。还有，命令前沿各支部队密切注意冈村宁次的动向。传我的命令，明天上午10时，机群重点轰炸重庆的华严寺。嗨。师父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师父，我担心您呢。老衲用不着你担心。云龙啊，为师把寺里的僧缺救护队交给了你，就是为了让你担负起全寺僧众救人救命这副重担。现在倭寇的飞机正在狂轰滥炸，你怎么能忘记了自己的职责？啊！师父，您别生气。徒儿岂敢忘您和全寺众僧的重托？今天的情况不同以往。日本鬼子的飞机把炸弹全丢在咱们寺院周围了，然而市区内并没有遭到像过去那样的狂轰滥炸。你说什么？市区并没有遭到？小凤儿，夫人。快扶我起来！女施主，你的脑部受到了震荡，不宜乱动，还是再歇息一会儿吧。夫人，您慢点。女施主，切切不可一意孤行，这样对你的伤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。大师，这种炮弹的冲击波，我经历太多次了，早就习惯了。啊，您经历过很多次了。
我们夫人是从东北逃难，刚刚到这儿的。从东北？那可是好几千里地啊！小凤，不要多嘴啊！大师，谢谢您的救命之恩。我知道寺院的规矩，我们女流之辈不宜久留的。我，女施主。 此言差矣。您能在倭寇的飞机狂轰滥炸面前临危不惧，挺身而出，老衲为什么就不能为你破一次例呢？你不必多虑，安心的在本寺静养几日吧。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。 我不想因为我而破坏了咱们华严寺的名声，还有规矩。小凤，哎，咱们走。您慢点，夫人。舍己救人，此乃佛祖之教诲也。阿弥陀佛。 师兄，啊，看什么呢？没看什么。夫人，您慢点。慢点，慢点。 师父，您在想什么呢？蹊跷啊！师父，您看出什么问题了？云龙，你去把智青叫到我的房间来。是，师父。慢点。 怎么了？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的。您伤着了？没有。我们夫人为了救一个小男孩，被炸弹震晕了。小凤，你别多嘴。哎，快别说了，叶子，给小凤扶夫人回房间休息。哎，快走。师傅，我俩来了。 师傅，哦，你们来了。师傅，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事情，想得这么入神呢？啊，为师一直为今天所发生的事感到奇怪呀。今天怎么了？ 日寇的飞机今天来轰炸，为什么这儿不炸那儿不炸，偏偏炸我华严寺？还有，他们的炸弹为什么都丢在了寺外，而寺内却一颗也没有落下？难道，师父，这是佛祖保佑啊！令日本鬼子的飞机炸弹，想炸也炸不准了。
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怎么？你们再仔细的想想。师父，莫非他们是？他们是冲着咱们华严寺镇寺之宝贝叶金经而来的。啊，师父，从何产生此感？众所周知，《妙法莲华经》是日本镇护国家的三部经书之一。为师担心，他们早已对咱们华严寺的镇寺之宝贝叶金经垂涎三尺，恐怕现在已经向我们伸出了魔掌。师父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徒儿定竭尽全力看守寺院，绝对不让我们的贝叶金经让倭寇染指。命在，金经在。是啊，吾等与金经共存嘛。你们两个是为师最得意的徒儿，有你们这句话，为师可以放心了。方丈，外边来了一队兵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他们里面有个大官，指名点姓的要见您。大官？他说他是军统局局长戴笠。阿弥陀佛，戴局长，不知您大驾光临本寺，有何贵干呢？智青云龙，师父，你们先退下。是。局长先生，有话请讲吧。大师，我是奉蒋委员长之命，特地前来贵寺的。蒋委员长？没错。事情是这样的。小凤儿。哎，夫人。去，给我找件衣服来，我想进城里去看看。你要哪套？随便哪套。只要素点的就行。嗯，我去给您找。嗯，戴局长，您方才对老衲所讲的，可都是真的？这全是蒋委员长的意思，卑职岂敢有半句虚言呐？哦，操办这么大的佛事大法会，这对于本寺来讲，的确是一大幸事啊。只是，这老衲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呐。局长，您还是另选他寺吧。他寺有贝叶金经吗？哦，蒋委员长也知道贝叶金经？当然。委员长不仅笃信基督，而且崇尚佛教。委员长还潜心研究了王阳明的心学，他相信在治心方面，佛教优于儒道。在大法会期间，委员长还将大赦天下，减免赋税，赈济难民，净土放生。我相信袅袅梵音也可以在人心中建立一座精神堡垒，共同抵御外侮，光复河山。哦，这样说来，这的确是一件大好事啊。局长先生，您放心，
老衲定当不遗余力，动员全寺上下做好准备，确保大法会圆满成功。老衲决定，原本要在观音诞日举办的法会，更名为护国惜灾大法会。届时，蒋委员长将率领国民党元老林森等党政要员亲临法会，此乃是关系到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件大好事。全司上下要全力以赴，做好准备。是，师父。这位局长先生倒是直言不讳，蒋委员长正是冲着金经来的，因此这可不是我们华严寺自己的事情了，所以要确保万无一失。没了这套金经，华严寺又无何妨？真大胆，竟敢来华严寺偷东西！把你的遮羞布扯下来，我跟你说话，你聋了？师兄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个人偷东西被我抓住了，你是何人？你是何人？从何而来？你快讲啊！啊，你聋了？讲啊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到这里来干什么？
闹了半天，他是个哑巴。师兄，把他交给我吧。我把他拉出去，勒死算了。爷爷，爷爷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爷爷，饶命啊！爷爷，嗯，饶命啊！我看你还敢不敢装聋作哑了？嗯，不敢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那你就痛快说，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偷。小偷？你到寺院里来偷什么？我听说这寺庙里有宝物，所以我就……你听说我们寺院里有什么宝物？我听说有金晶。这么说，你还真是奔着贝叶金晶来的？金晶。 我才会是金子做的，所以我就想拿回去换点钱花花。和你来的还有何人？没有，没有，就我一个人。哼，我才不信呢。没有，真的没有啊！这家伙是冲贝叶金晶来的，这件事情定要问个清楚。师兄啊，我们怕是审不出什么，还是把他送交官府审讯吧。送官府？ 你相信他们，我才不相信呢。只要给他们送上点小钱，他们就会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的。那怎么办？放他走。啊，师父。师父，不能放他走啊！这家伙是冲贝叶金晶来的，这里面定有蹊跷啊！不错，师父。 不能就这么放他走了，况且他已经招了，他就是来偷贝叶金晶的。贝叶金晶丢失否？没有。既然金晶无恙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放他走吧。没听见吗？放人。 谢谢大师，谢谢大师，谢谢大师。你别害怕，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。你能否告诉老衲，为何要盗金晶啊？生我所迫，我们实在是没法活了，才想此下策，只是想用它来换钱。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求你放过我吧，大师。 你走吧，道人道义。在。打开山门。师父，放他走。是。多谢大师，救这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站住！看你们谁敢追！ 你是，死了！娘俩早啊！夫人，这么早您就起来了？嗨。 我睡不着，出去散散步。这外面的空气可真好。你们娘俩这是？啊，去寺里送洗干净的僧袍。哦，你们就是以这个为生啊？哦，不，我们娘俩只是帮师傅们干点活，他们一群男人也怪不容易的。啊，娘，咱们快走吧，再不走就赶不上他们做早拜了。哈，走。不如我跟小凤跟你们一起去吧。您去？啊。 我没见过寺里的早拜是什么样。再说了，我也想为师傅们做点事。不好了，童慧妈为寺院了。
哪里打枪呢？听声音好像是华严寺。坏了，寺里出事了！走，哎，夫人，夫人！师傅，来得正好，快去看看是哪路人马胆敢闯我华严寺。是，师傅。 不能去啊，不能去！夫人，您不能去啊！不行，我必须去看看华严寺不能出事的。咱们一个女流之辈能解决什么问题？你怎么这么看不起自己呢？这样吧，你带他们两个回去，他们不能出意外，我自己去看看啊。不，夫人，我不回去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我也去。不行，你们两个现在回家，不许迈出大门一步。 师傅，搞清楚了吗？搞清楚了，是何人所为？是华蓥山贺家寨的土匪头子砍豹。砍豹？他？这可怎么办呢？慌什么？砍豹与我华蓥寺是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 土匪就是土匪，还能为什么？把山门打开，我要出去看看。师傅，你不能出去啊！师傅，这砍豹可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啊！师傅，不能去，不能去！要去我去。师傅，我跟云龙一起去。这位砍大当家的，老衲对他多少还了解一些。 他还不至于把老衲怎么样。为了避免伤及无辜，云龙知青，徒儿在，去，把山门打开。大当家的，门开了。大当家的，你老秃驴出来了。哼，我谅他也不敢不出来。是。 老衲出来了，请大当家的过来说话。大当家的，那老秃驴让您过去说话，让他过来。好，是。老秃驴，你给我听着，我们大当家的让你过来说话。师傅，你不能去啊！老秃驴，不敢过来了吧？啊，兄弟们！ 阿弥陀佛，砍大当家的，请恕老衲愚钝，这样兴师动众的来到本寺，为了何事？老秃驴，你装糊涂啊！啊！你骂谁啊？我骂你没有怎么样，秃驴，秃驴，我不可造次。是师傅，砍大当家的。 老衲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，真的不知道。老衲真的是被蒙在鼓里了。那我告诉你，今天如果你们不把杀害我们二当家的凶手交出来，我就把华严寺夷为平地。什么？你们二当家的被杀了？来人，在，把尸首抬上来。是，抬进来。
这就是你们二当家的？哦，屠公瑜，你别跟我装糊涂，你说实话，你昨天晚上到底见没见过他？这，你说呀，别吞吞吐吐的，你到底见没见过？昨天晚上，你们二当家的的确是来过本寺，不过，不过什么？你们二当家的是来行窃、偷东西的。放屁！你们这破庙有什么可直接偷的？啊！他要盗取华严寺的贝叶金经，被我们当场擒获。你更是胡说八道！我们又不想出家当和尚，要那经书干什么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今天如果你们不把杀害我们二当家的凶手交出来，这华严寺我就夷为平地。夷为平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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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韩大当家的，请相信老衲，杀害二当家的凶手肯定不是我们华严寺的僧人。哟呵，你这老秃驴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啊，把机枪给我架上。兄弟们，机枪准备。来，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杀人凶手到底是交还是不交？砍报！你凭什么一口咬定凶手就是我们华严寺的僧人？他死在你们这儿，我就向你要人。你们还讲不讲理啊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这就让梨。我数三个数，如果不，就别怪我砍某不义气。一、二、住手！你这个娘们儿，管什么闲事儿？你吃上了雄心豹子胆啊！坦报，你真的连我都不认得了。您是？您，施夫人。施夫人，您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怎么能忘呢？起来吧。谢夫人。说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是认定了你们二当家的死是华严寺僧人所为了？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儿啊！不，这不是铁板钉钉的事。你俩给我站住！你俩急也没用，我必须按照夫人的嘱咐办。你俩谁也别想迈出家门一步。好，娘，我们谁都不去了，行了吧？嗯，听娘话才是好孩子。哎，娘，你说他们真的能打起来吗？这可不好说。小凤，赶紧快跑！小凤，你给我回来！娘，我也去啊！你俩都给我回来！你是谁啊？我叫纪沧海，是外省逃难来的国文教员，因病到这华严寺来求医问药。说来也巧，刚才呢，我看见了你们说的那具尸首。看不看见关你屁事儿啊！砍报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让人家也把话讲完吗？哼！纪先生，您请讲。多谢夫人。砍大当家的，你们二当家的死在这里确实不假，不过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凶手就一定是这华严寺里的僧人所为啊。俗话说得好，捉奸捉双，擒贼拿赃，没有证据是不能够下结论的。现在我就有证据能够证明凶手不是华严寺里的僧人。证据？你有什么证据啊？各位愿意跟我来一趟吗？
看大当家的，你既然是他们的首领，那势必对各种兵器的性能都十分了解了。十分了解不敢当，但多少还知道一些皮毛，这就足够了。大当家的可要看仔细了，这可是一刀就割断了喉咙，血没有流出多少不说，恐怕你们二当家的当时连喊都没来得及喊一声。 就一命呜呼了。大当家的，再看看这些僧人，他们的手中除了棍棒，又有哪一位配有如此锋利的刀剑利器？这能说明什么呢？这只能说明你们二当家之死，绝非寺院僧人所为。夫人说的没错，只有心狠手辣的职业杀手，才会用此毒招。 而且这个职业杀手，应该是个日本武士。先生说的极是，我在东北的时候就见过日本鬼子这样杀人。冤有头债有主，看大当家的，你应该查出真正的杀人凶手，这才是正理啊。看报，这位先生说的句句在理，你应该认真听进去。最好在报仇之前，先要弄清楚谁是敌人，谁是朋友。 不要做出一些亲者痛，仇者快的事。夫人，我听您的。弟兄们，到，把二郎家的抬回贺家寨，让他入土营。是。快点，走，快点。太好了，他们没有打起来，你看。 娘，这是怎么了？二位施主，请喝口清茶吧。大师真是太客气了。您二位是我们华严寺众僧的救命恩人呐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这是每一个正直的人都应该做的。大师您就不必再客气了。季先生。 你曾言因病欲在本寺求医问药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给贵寺平添了许多的麻烦。哦，不麻烦，不麻烦。本寺平时就有不少施主前来求医问药，您就先住下，老衲一定尽力为你医治调养。多谢。二位，先饮上几口清茶，然后。 老衲陪同二位到本寺的各个庭院走一走，转一转，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呀？太好了，过去只在书中读到这是西南第一古刹，今天有缘一睹他的庐山真面目，是贫女三生有幸啊。那就有劳大师了。哎，叶子姐，小放，小放。叶子姐，你娘刚才怎么了？ 谁知道呢？我也正为这事儿想不通呢。他是不是看到什么，受什么刺激了？不应该呀，这就奇怪了。是挺奇怪的。等一会儿回去了，我一定要问个明白。走，咱们现在就回去。哎，不，为什么呀？我现在不能回去，我还得去见一个人。见一个人？谁呀？我不告诉你。 哦，你不告诉我，我也知道，相好的。你让我不，你让我站住！站住！哎，师弟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在设置绊马索。啊，报警用的。嗯，好用吗？ 哎呀！
师兄，你干什么？我检验一下它是否好用啊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不过这瓶子应该放在一个人看不见的地方。云龙大哥，去呀，去呀。当时啊，我蹲在大殿的房梁上，他看不见我，可我看得见他。他一伸手，我就这么一打；他又一伸手，我又一打。你打到他呀，真的找不着北了。那你就不怕打坏了贝叶金晶啊？哎呦，你也怀疑我百步穿杨的绝技啊？你知不知道，当年于大师拧着我的耳朵，逼着我练出来的。你呀，你就吹吧你。哼，我吹牛。我看看，你干嘛？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动了凡心了？想娶小叶子回家做媳妇儿？你别乱说啊，我可是要正式出家的。出家？出家人可没有人像你这样的。我怎么样了？凡心未泯，六根不净。像你这样的就应该离开寺院，回家过那种男耕女织的日子去吧。师兄，你要再这么说，我可真跟你急了。嗯？嗯嗯，好了，我不说便是了。您请留步吧。那我送送夫人吧。不必了，民女还有一事相求。什么事？这……施夫人，不必多虑，有什么事尽管说出来，只要老衲能办得到的，定当竭尽全力。那我就坦诚相告了。再过几日，就是我的夫君为国捐躯的忌日，我想请大师，还有寺内的众僧。为我的夫君做一次水陆大法会，这样也可以寄托我的哀思，安抚夫君的亡灵。阿弥陀佛，这有何难？老衲答应就是，到时老衲一定亲自为您主持这场法会。这就了却了我的心愿，真是太谢谢大师了。只是，此法会需要您念经十日，您明天便可搬进寺来小住。这，哎呀，这样不妥吧？超度您夫君的亡灵，需要您不分昼夜的跪拜、祷告和念经。您不搬来住，恐怕更有诸多不便。这样吧，老衲就把你安排在寺里的小宅。那儿清静优雅，又没人打扰，是个祷告念经的绝佳之地呀。哦，是这样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报告局座，美国专家把截获的那封电报破译了。快给我。樱花小组已按您的部署到达指定位置，准备就绪，即可执行第一套方案。樱花一号，去，赶快把茂玲小姐给我叫来。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你今天在华严寺的山门外，为什么那么的反常？怎么反常了？我都看见了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呢？
没有，你别骗我了，你说呀。胡猜什么？快回去睡觉去。站住！大胆毛贼，
看你往哪儿跑！不过。